哦，我觉得越来越可怕了啦！他是不是掉了？天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皇室兄弟的开箱频道，我是哲，我是康，我是小谷。那我们今天要玩的是，先玩拯救企鹅，耶！那这个呢，就是非常简单的游戏，这边有一颗一颗。一颗一颗的像冰块的东西，那我们要上面会有一只企鹅拯救它。我们今天的规则呢，就是我们会一人最少一回合要敲掉一颗，谁那回合让企鹅掉下来了，那就输了，就输了。这个时候我们有惩罚，哎，有什么惩罚？惩罚就是我最喜欢惩罚，反正就是我们在它掉下来之前，地上有几颗冰块，我们就要做几次俯卧撑，这样掉下来全部掉下来得了。我最喜欢惩罚，我最喜欢惩罚，最喜欢惩罚。所以我选下来就是三十几个福利组成。好，那我们猜拳，输了先剪刀石头布，剪刀布，剪刀布，剪刀石头布。好，那你先，我第一个吗？它掉下来了。等一下，它怎么有点紧？等一下，它好紧哦。你要玩多久？你要打多久？刚开始而已。刚开始而已。轻轻把它捡起来，谢谢。我找到诀窍了，要用暴力。不是啊，难怪他好卑微，我就是像你这种暴力。好，换我。换你，是这样吗？有，到底怎么想？哇，哎，为什么这个好松哦？你就走嘛。好啊。找松的攻击。这个。他是掉了，我终于知道你刚刚的感觉。看吧，真的很难敲。哦，不错哦。就是你呢。哦，这个。下一位。哎，越来越多个六下来。哦，一次掉两个。哦，感觉越来越紧张了。Hello， 有人在吗？真的有一个很神奇的，应该是他的力学是不是？非常的果断，哎呀，干净利落，慢一点啊，用力。现在是3、6、9、10下喽，十五下了，很多。哦，我觉得越来越可怕了啦。你确定？这边那个对你好一点，这边都不要算。1、2、3、4、5、10、15、19，哎，我等下下重训课，哎，很 OK 啦。你现在不是有那个有在健身？好啦，那我们再玩一会儿。好棒哦！这什么游戏啊？记得自己跳河的。9下。好，我们加码再玩一场。来 ，Round Two。企鹅不要乱动，好不好？第二局，哦，所以暴力开局。这要有耐心好吗？你好吗？就是你一直故意把企鹅弄倒，贴在这里，这要刺激一点。哇！它要掉了，卡在那个洞里面，迫不及待。你这样，那现在该怎么玩？这个怎？我先把它移开哈，不要打扰我。球技可以这样移的吗？这是什么游戏啊？自己随自己开心移一下而已。水哦，水啊！可以换我吗？我抓到技巧了，抓到技巧哈，要屌诀窍的啦，滴下去，
五，怎么轻松？有看到？真的很会耶！哦，天哪！好啊！好啊！好啊！我也很想给你看，但是真的没拍到。对，没事啊。五、十，好了，十五下而已。好，你十五下，惩罚时间。那如果这一集呢超过3000个 like， 我们就会拍下一集企鹅，就企鹅吧。现在都是俯卧撑，哎，仰卧起坐。我们在想新的惩罚。对，新的惩罚。好，然后非常正式预备。俯卧撑，预备。我好久没做了，这都不好教我。对啊，预备，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幺两，幺三，幺四，幺五。幺四幺五，小不好。耶、yeah, ，完成。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。我真的想要坐上去了。你又不小心讲出军中主妇的那个。哦，对啊。那黄氏兄弟开箱频道，记得订阅、分享，还有开启铃铛哦。那我们下次开箱见，拜拜拜拜。我再加窗户可不可以脏掉？脏掉。